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4月8号2020年，我现在是在旧金山的硅谷这个地方，也就是 Google 啦、苹果啦，还有就是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就是现在的疫情呢也算是比较严重。前几天有聊到就是纽约那边呢，就是因为疫情的严重扩散，现在有一些华人超市都已经全部关门了，而且如果你想订送餐服务，订一些买一些蔬菜水果的话，他们基本上都不送货，所以纽约现在也可以说是属于比较说是属于断粮的阶段嘛。那我们旧金山这边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买，但是呢就是路上也是寥寥无几一些了。那等一下就是带大家去看一下现在这边的一些状况吧。Why are they tasing for? Well, it's because that robbery, nigga. What robbery? When? Wait, what this thing? Oh, that's for a bag of weed. We got it for the box. I'm recording this shit. Fucking abuse, man. Fuck out of here. Yeah, they shot him. Oh, yo, yo. What the fuck? Yo,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was that shit about? Yeah, oh shit! Yeah, holy yeah, shit! Yeah. Run! Run! Yo! 现在呢，这边在硅谷的这边，人行道还是有一部分的人的，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戴上了口罩。另外，他们还是有一些人他没有戴口罩，挺期间，所以等可以看一下。